你就看他给你指示，这个过我们就点，这个没过我们就不点，好不好？朋友啊，做影片不容易啊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啊！赶快这边买一买！原来可以买两次哦，登峰可以买两次哦！那你可嘞？我的徽章嘞？啊，第一朋友啊，30%，又要赚这个讨人厌的30%了。我们打三王点下去，点。哇！中了中了，终于啊，这个赚到不知道他妈赚几次了！哇靠！终于啊！哦，金价5500，来琳娜，出去！我们目标先冲加五，我们有200张，哎，不对，我们有390张，看这个很可怕呢，大量上五，我看这110张能不能上到我隔壁捧我的骑士。我的骑士点过了嘛？上周自己点过了，300张加3，我操！哦呦，可以加5嘞！你们加5就开始吹了吗？还是你们会再贪呐、啊？哦，不要贪是不是？不要贪是不是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可是我还有两个要点，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咋办呢？咋办？各位要咋办？5%哦，哦，几率好低哦！我的天哪，几率好低哦！一般的是多少？10%，看来这没好到哪里去哎、欸。5、5、4、3、2、1，我先全部敲一敲，先全部敲一敲，还是不要贪好了，我们稳定求生存，我们点过一就好了。6张了，这样至少要上6吧，40张对吧？40张要上6吧，我们改个运，我们敲先敲个怪，改个运。哇哇，我靠，这好难点哦，我的天啊！好了，留着坐车。可以的啦，这样算提升有蛮提升有感，点过一个加5就有感。小小问，可是左下的工作室有收费吗？啊，当然啊，当然有，有收费。承蒙干爹青睐，慧眼识英雄，懂得这台不错。那个播主帅又瘦，并没有，好，头发很多，不要瞎掰好吗？敢自己都讲了，自己有点心虚，我靠呗。0.5%VS30%，我比较信0.5%。对，30%点的跟0.5%一样。试问30%的几率是多少？明目是30%，就实际上是0.5%。相信啊，很多都被这个30%受影响。这30%难点的跟鬼一样。像我那天点那个大将军的时候，也不是有另外一个吗？点了26次，那点26次谁不崩溃啊？是你应该都崩溃了吧？牙起来，那是瞬间牙起来。干，我想说。顺路过点一张，果然呐、啊，待进武器宫，难行为这干单呐。这个倒数说35天啊，该不就30%吧？20%，怎么这么突然就过了？傻笑，我要去点嘛，但听说上市很难，上市15%。这个也是坑，点四点不上去，我不想点四，点四太可怕了。你让我看看那个随心所欲点，完全不期待他会中，他就中给你看。不然你看嘛，完全不期待他会中。你觉得这个5%会中吗？再点一次嘛，会中吗？不会嘛，不会啊，就不会中嘛。傻小，真无心的，我靠，哇！我的妈呀！该又一波退定草了，拜托各位，拜托各位大家，拜托各位大家，手下留情，干傻小、喔，是这样过的哦、喔，干真的是真无心流、欸，我打从心底我都不会觉得他会过，他就他妈的过了，你再过我退坑，不要，我不想点了，我想把剩下的再拿去留着，继续累积，我想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。我想留着，然后去垫我的资技，懂吗？垫庄流嘛，垫庄流是那个虾哥创造出来的嘛，应该不是说创造出来，让他成名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点这个嘛。18如果都没中，18次点这个加5都没中的话，5%都没中的话，感觉就可以直接干一发资技。无心流这个东西其实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心中就会觉得这个东西
你心中一定会有一丝丝的希望，会觉得他会过。我刚才无心的是展现在我那个咒语。如果说你有注意到我那个我的表情或什么的，就很明显的知道我那个是真无心的。然后这个5%完完全全是想说做个效果，我他妈的效果之神眷顾了。血盟卷不能留过夜，不要，留过会不会睡到2025？干，这个诅咒有点可怕、欸，这诅咒太可怕了吧？是啊，你也让我留一下嘛，我还有两个要点呢、欸。我们就看他给你指示，这个过我们就点，这个没过我们就不点，好不好？傻小啦，到底是傻小？关圣帝君跟我说，我求了9个星杯了，但他指示我点了，都已经这样讲了，点了啦。等我一下，我全部 all in， 服了，我都讲得这么明白了，点过我就去点，没点过我就不点。关圣帝君都按那讲啊，知道吗？18张，上加7，有没有？七了，看，真的关圣帝君有指示，来，八了，九了，最后，到底是啥小？看到底是出枪过去了、欸，我刚刚加6的时候是18张，然后点到加9的是，看来到底是傻小、哦。感谢各位，怎么各位？我的盟友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就这样让他过去就好了。我怕我真的会被一路杀到那个没有公告，有公告应该会出事，我应该会裂开。好啦，记得在订阅啊，要订阅啊，不要太欧就不订阅，真是他妈太牛逼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各位晚安，拜拜，记得下面留言啊。